咱卖讲政党的立场，做人是做成功的啦。哦，伊做人做成功做事，伊拄着你吼，敢若食一个饭吼，咱咧在食饭食要饱，伊再来呢。嗯，咱要去买单，人去买好啊。安尼，想煞甲你买掉伊。安尼后壁，我哎呀，你呐，后壁大家拢来。哎，后摆若拄着吴经理袂歹啦。好，开玩笑吼，但伊正经是安尼，伊做人就是安尼，哈尼舒服。所以你这种情形，伊头拄啊。郭董也讲了，其实伊嘛捌吴俊义啦。郭董也嘛捌吴俊义。那种情形之下，吴俊义咧台东啊，有伊相当的人脉关系。迄个人脉关系啊，是做秘密甲讲，尤其伊做议长，伊做副议长、做议员的时候，迄个秘密甲讲啊，甲遐是交配甲做。到底是算真的算假？我相信伊会算真的，伊会算真的。啊，所以那种那个无呀。我讲伊其实伊的想法是，甲宋楚瑜同款。要弃马保宋，你赶快要弃掉饶庆铃，要保吴俊义。如果真的是这样子的话，弃得干净的话，吴俊义写掉哦，我是有可能哦。弃马保宋，你看为了四年交易所快一点民调，这个气氛跟这个松动已经出来了哦。弃马保宋的气氛出来，所以你看宋楚瑜民调开始起来，慢慢拉哦。您刘兆豪吼，顶边选举是输一输，输一输了了哦。所以刘兆豪中选，两卡都输一输了了。他想主要是刘兆豪是一个没有争议，在地方上形象非常好，因为一席。法官，他法官后来法官没有当下来当律师，伊也选过馆长，拢读几书啦，所以是相当优秀。所以讲，其实这个值得观察一个三卡都很值得观察。佮另外台中我讲者，正正派的，你要用派的时阵，人讲你是乌话，咪外好都外好，我用的时阵讲人是乌金，你拢逐项就讲人乌金，你看伊在讲。甲王金平个想讲王金平是乌金，啊，即卖咧要用王金平，惊王金平走去，你看即卖第一名上好个呀。而且在解说，所以讲即届即三区哦，迄上明显的就是迄个许书博。啊对，许书博讲起来，许书博对101栽落，栽落，佮讲伊即有争议，讲有争议101当初。即卖讲佮甲曾昭是选立委，你捌听讲有迄个现任的不分区，因为部分区的这个职位，啊，甲党中央咧拍官司的无，你捌听过无？去告国民党的，安尼咧结，结到半工，伊嘛搁代表国民党出来，对啊，奇怪咧。啊，伊去要交谈，伊嘛明白，伊嘛是搁去，嘛是。啊，婚姻人，唔知拜婚姻人拜有人咧讲啊，讲哦，啊，安尼区别无去啊，海口人哪会才无区别？有安尼讲啊吼。当然，这许书博大家爱去解说啦。你所以那种情形之下，我咧认为讲这几区啊。民进党好好努力，好好加油。我们希望你用过半来赢。当然不希望说是因为建立在别人的分裂上。但是总是安尼机会足好，你爱去努力打拼。好，因为啊，陈丁云哈，对不起哈，来，我们给大家看一下，这是 ET Today 说的哈 ，ET Today 啊 ，ET Today 今天说这个啊，不，对不起，中评网。中评社今天陈定允说，中台湾派系搅局严重影响蓝营的团结。那他的内文是什么呢？等一下再跟大家报告来讨论。先休息，进广告。